要解脱。对，终于快解脱了。我们超期待，就是今天结束之后，明天大概就可以放假一个月那种感觉。我在紧张的是，我不知道可以清醒多久。我很怕，就是无法，就是清醒的送大家送客这样。对，今天没有挡酒部队吗？没有哎、欸，没有特别选定哪些人、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朋友的话，他们应该都会主动帮我们。应该会主动灌醉吧可是我们两个就是非常的害怕会有真的有然后其实有看到漂亮的女生我也不想跟她们聊天了就是会觉得因为聊了也没有用啊你也不能干嘛对那干脆就不要聊了对就不要聊了对吧就是婚后才不聊对啊就其实跟聚在一起之后没多久就会这样了对吧、啊、就有这种感觉的我觉得对我来讲了，我会跟菊菊在一起，我也跟她结，想要跟她结婚，因为她真的像是我的玩伴一样。对，就是结婚其实并不是找一个只有爱的人而已，对，是可以一起陪着你生活，一起陪着你一起玩的人。对我来讲，所以这才是维持。可以维持那么好的原因，对。今天呢是吉吉跟 Stanley 的婚礼，我们就来这边看看他们的婚礼，我们也可以预习一下。然后呢，真的是很开心，他们两个非常的幸福。然后我们常常玩在一块，然后就看到他们两个感情非常好。然后我们也希望跟他们一样很幸福。然后祝你们永浴爱河，然后百年好合，百年好合。嗯，就这样咯。对啊，可是他找我的时候，我就第一时间答应，因为他们去冲绳的时候，我本来想去，可是因为工作的时间就没办法过去，所以后来他找我的时候，我就说好啊，然后他就跟我说，哎、欸，可是你要跟纳豆走哦，然后我说好啊。哎、欸，我来。哎、欸，真的，我来，是你包多少？哎、欸，我包了餐，蛮有诚意的。我们昨天晚上差点问你吵架，你知道吗？真的假的？哎、欸，你自己跟他们讲，我是不是八点多就去配音了？电影配音。对啊。所以哦。电影配音跟你们，但是电影配音比较重要。先赚钱。也是。没有来开玩笑，我还是敢来。好了。首先，笑声风。